爱我们的阿爸父神，我们要歌颂赞美你的伟大，我们要感恩你的救赎。主阿爸父神，我们要献出我们自己，当作你的活祭。主阿爸父神，把我们当成器皿来使用，也希望阿爸父神能够永远光照我们的花语堂，让我们的人数能够越来越多。谢谢阿爸父神，您的圣灵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有能够遇到奇异恩典，让我们的心灵不再受到捆绑。孩子这么祷告，奉耶稣基督之圣名求，阿门。那我们现在一起来念主导文，来，预备开始。我们站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